哟，刘琦呀，你哦实在足可怜的呢，你安尼千辛万苦吼，啊，立着一世人啦，啊，即马遐土地也是拢叫怪怪去，你以后是要安怎过日子哈？会啦，伊会照顾我啦。阿公吼，我顶下经过你厝的门口口哦，哎，听吼，咧甲你喊较大细声呢。对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是不是讲好准准准？刘琦呀，你赶紧去法院吼，改过啦。讲哦，你啊物件拢给伊怪去的啦，教育物件拢归还给你啦。系啊。哎呦！啊！哎！啊！什么呀？是什么人用？我要给我砍啦！该砍多好尔啦！我该提起你。上好是莫伫个别人陪哦，讲人影话。啊，若无，早摆互你讲卡。啊，不你拍枪枪是安怎？阮只不过是开讲尔咧。系啊。你这是食饱收银。啊，若真正遐尔有闲，先咱莫家家己来一挂好啊。我是咧关心恁阿嬷呢，你看伊老啊啦，啊无钱啊，搁带病啦，唯一的收入哦，搁无啊啦，啊以后要安怎过日子？我跟你讲啦，以后就是袂介绍好你食啦，而且吼，搁要无在海边呢，一叫叫吵吼，家己去乖啦。跳过来！哎，张慧姐，张慧姐，这怎么了好不？嘿，是因找我的麻烦呢，你要偷偷偷偷因讲啥？因讲我好你食，搁要生烦呢。你若是无做这代志，就免惊人讲。我请问你啊，阿妈伊敢是犯人啊？为啥袂当出门就关伫厝内底？敢是你带伊出去？对啊。你要带伊出门，应该经过我的同意。你讲这个话，敢袂伤过离谱吗？你若是无出门，阿妈敢会受伤啊？我是敢若出去行行咧散步，伊感觉我无聊，带我出去呢安尼。何阿姐，你就是条狗，伊他妈塞人，让阿妈走去给遐欧巴桑斗，遐欧巴桑再讲我的歹话啦。阮是刚出去行行的呐，爱想哪有讲你的歹话啦？那无是安怎，因会知影厝里的代志啊？甚至连我子宫提着代志，因拢知影呢，一定是有人死去放丧啦。你的叔叔因哪较探听来，我唔知影。要唔过有一挂代志哦，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啦。你对阿妈什么态度？你惊人讲哦？我是对阿嬤怎樣？你對阿嬤很無禮貌的啦。我問你啦，你提早所得了，你敢讓你阿嬤生活費？你跟阿嬤借一支行政部，你真敢給阿嬤？那是阮家的家來事，你這個外人沒資格管。只要阿母把我當作是查某囝，我就不是外人。我現在是怎樣？阿嬤，你討不到生活費，就叫何阿姐來教死我是沒有啊？慧姐，不是安尼啦，无是安怎？你唔甘愿甲土地好我，啊，佫讨袂着钱，所以就四界讲我的歹话，安怎？我足歹是无？足歹是无啊？哎呦，你即摆你敢无够歹哦？我敢无？哈、啊，既然你大家拢讲我的歹话，讲我是歹人，好啊，我就规矩歹互你看啊。慧姐，这间厝内底无人甲你当作歹人啦，爱家哦，嘛无管咱厝内的代志。自从何爱家搬入来这间厝里住，伊就逐天伫你的耳边讲我的歹话，破坏这个家气氛。阿嬷，你算是赶紧赶出去啦！啊，我出去用的啊，你把土地还我阿嬷，我就随走。土地我已经卖掉啊，早就无土地啊！哪能卖土地的钱嘞？还我阿嬷，你敢做得到？